時針，作者孫建剛。時針在鐘錶裡，比分針和秒針都短，但顯示的時間單位卻最大。為此，時針很得意，它總是瞧不起分針和秒針。有一天，他對不停走動的分針和秒針說：我移動小小的一格，你分針就得轉動一圈，你秒針就得轉六十圈。哈！我是多麼有分量啊！分針和秒針聽了時針的話，心裡覺得很難過。他們想，時針怎麼這麼無知？轉得多，轉得少，這只是分工的不同，怎麼可以以此去衡量誰有分量，誰沒分量呢？針對時針盲目的驕傲，分針和秒針只好決定一切停止轉動。這一來，時針可傻了眼，因為分針和秒針一停止轉動，時針也不會走了。再有本領的人，一旦離開了團體，也將一事無成。